很多人说我为什么会踩线，看我就看不到红线。我给你主攻，你主攻，攻哪里啊？林辉煌，目前为止不太强。林嘉佑也是。林嘉佑，你这种 P 的。早安，起床喽，吃早餐。大家好，我是蓝队的黄宏轩。一二三。黄、绿、白、蓝。那灰色在哪？没有。对。蛮多人不知道这个。我可以说是。可以。OK。我还蛮希望被知道，因为很多人说我为什么会踩线，看我就看不到红线。我一上场拿到那个球，我就哇！而且我们在小组讨论的时候，我就跟我们那一队的没先知，我就跟他讲说，你们跟我讲线了，我真的看不到。大家一上去，整个脑袋要爆炸，根本没在跟我讲线的。黄俊，你主攻，你主攻，我主攻，攻哪里啊？第一题，八字形容八块，里面还有黄色黄色。黄宏轩在蓝队好帅。好。下一题，蓝队的大家。黄色，爆料一个蓝队的大家。陈玉秀153公分，陈玉秀153公分。哇塞！下一题，蓝队大家现在熟了吗？很熟。那你们在中间的话，要跟我们一起唱。好。游泳跟志愿选哪一个？难道游泳？下一题，游泳差不多很多。游泳难很多。第三水道的黄宏轩，43秒24，43秒24。到底有多难？你唱个啊！来吧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现在是你唱个，等一下，要等他爆料，要爆料，对。林辉煌目前为止不太强。拜托别烦我。下一题，露头露胸肌哪个比较难？露胸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低的。真的假的？假的。那你好像很少露额头哎，你现在可以在你头露一下吗？不是不难吗？有方法哎。等下卡的时候我就这样，等下再来。看得到六号运动一般般。下一题，张佩玉的报告。张佩玉。那有未来有发展的可能吗？跟张佩玉啊。对啊。你害我。他不是也差。他，我在努力，希望他是。我们一定要交往。好，下一题，张佩玉跟钱姐。哇，钱姐。所以喜欢比较喜欢钱姐这一款，我喜欢江辉，但我现在蓝队啊。他就是一个很慈祥的人。所以江辉不够善良，他会很凶。下一题，做事情主动被动？主动。比如说在感情上也是主动吗？超主动。那你是属于大男人类型还是小男人类型？真的、哦，会壁咚的那种。不会太油。下一题，第一季第二集看看。第一季。红色。蓉蓉，他很喜欢乱跑，他在黄队的时间比在蓝队还多。哦。相信你，蓝队冠军跟 IG 破百万追踪。
哇！你要哪一个？犹豫了吧？蓝队冠军文 IG 破百万。你要去吗？真的，真得意，真得意。蓝队冠军。那个是去 IG 破百万。耶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有，等一下。好，大家一样，再次冠军，一样是撞进了小圆，看一下。对着桥啊！哎，红色，红色来了。还有爆料。我上次因为太累了去吊点滴，然后忘记跟队友请假，然后因为我要载大家去练习，放生大家，所有人在确诊，等我等了一个小时我都没出现，后来才发现我阵亡。哦，好，最后两个，哎，红色爆料，最后两个，我觉得应该是三队队经理最好的队经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练习的时候到的频率很高，而且他来都会有鸡蛋糕跟饮料，好好哦。人美心善良，吹粉吹粉，追踪追踪。那林香比较香还是他比较香？林润比较香。今年马上要进入25岁的周岁，人生已经过去1/10。还有什么好失望的呢？有点感伤。所以只能说，希望25岁的宏轩越来越好，越来越懂事、稳重、成熟。对，然后希望幽默不变，然后永远善良。那我们要许蓝队冠军啊，还挺想许 IG 破百万。蓝队冠军是不用许的。哇！我就知道你们要问这个，我准备了一个晚上，我就为了这句话还失眠呢。大家再见。